它里面都是黑的，这游戏做得很不细节，里面没有做好。那先确定要进入这个域吗？好，摇晃的姐妹们，午夜潜伏者，潜伏者，玛丽拉瓦卡隆小学四年级，哇，她小学四年级就写诗哎，还知道不要惹怒妈妈，蛮聪明的哦，这个小孩，小学四年级就懂得如何生存之道哦。就知道妈妈是家里的天。啊！干你娘的靠背哦！他从哪出来的？什么东西？哦，他会隐形啦！太多笑声了，不要再笑了。死了！啊！干什么东西？什么？那个该不会是我这一次要打的王吧？可是我根本就看不到他。欸，我看到他了，他是在前面那个。我看到他喽，还想蹲我是不是？圣斗士是不会中同一招第二次的，该死了！我就是要照着我想，哎，干，傻小！啊，完了完了完了，他是被攻击之后会快速移动的那种，好妖！死了吗？哎，死了，漂亮！什么东西？总有人在打节奏。哦，打直的来了，各位！哇，这只也太大了吧！你得罪了我，得罪了方丈还想跑啊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他看起来有点不太友善呢。刚刚不是很害怕吗？原来他是要回他自己的老巢跟我打架。这里他是主场优势，我是客场。来呀，没有在怕的啦。哎，不行哎，我快死了。我的画面越来越黑了，我快有跑马灯出现了，各位！完了，Linda 真的快站不起来了。啊，好吧，燃烧殆尽，谢谢各位。看来我只能使用卑鄙的技术了，使用堆尸战法，这是目前为止我最强的技能。我靠，他在我背后！不是没有关键道具吧？不啊，哎，没有这样子手撕的啦，给站起来一下！哎，我第二次死太快了吧？没有这样手撕的啦！啊，直接面熟我，我能怎么办？我站起来就倒，站起来就倒，完全拿不出相机耶！而且我复活都会在他的身上，我根本跑不掉啊！欸，它的毛越来越少嘞，越来越秃了。这是什么？欸，赢了！啊，还敢嚣张啊！在我的堆尸战法之下，你也只不过是个区区路边的畜生而已啊！嘿，还想玩电脑啊？不可能！只有我一个人那边害怕的要死，你在那边给我舒服玩电脑，不可能啦！书今天寄到了，我可以彻底专注复活他们。说了已经好几年，没有任何一个资格信使前来传递黑暗之主的话语。当全世界再度浸润在真正信仰者的甜美魔法之中时，我的努力就会被人赏识。哼，中二病，都几岁了？
还在那边中二病。怎么办？这个房间可以进去，可是旁边就可以回去了、欸。我到底要走哪里？它有咿呀的声音哎、欸！啊，干你你啊，靠没啊啊，靠！啊！干是在哭哦！妈的，这个是好奇心害死猫哎、欸！有红红的代表有怪。可是没看到怪啊！意外，这只真的是很烦，抓到你了吧？他在那边给我叫哦，这都被你气死了。姐姐，你在干嘛？他的身材很好哎、欸，姐姐姐姐，哇，是正妹哎、欸，哇，还有侧乳哎、欸！如果我是男人，我相当确定我会爱上自己。真的、啊？姐姐，我在帮你拍照。哎、欸，干嘛？哎、欸！我的衣怎么不恰当？怎么了？哦，他又把那边推过来撞我！啊，干！怎么可以手撕？又有远程攻击，又手撕，没有这样的啦，不公平哦！不行哎、欸，我决定要远距离攻击了。我靠，他的距离比我还远，是我错觉吗？他长得越来越丑了。哎、欸，你现在想跑？我跟你讲，不可能了！你刚刚在那边欺负我，现在还想跑？啊，对不起！别跑啊！我现在要痛打落水狗啊！我跟你讲。哎、欸，他死了，他死了！嘿，赢了！谢谢各位，驱逐幽灵。哇靠，这个人也太厉害了吧！跑到厕所来打电脑，到底是多沉迷啊？网络废人哎、欸，蛇女王。他长得蛮好看的、欸，哎、欸，我靠，他好香哦，姐姐，你相当好玩，姐姐，你是不是想跟我玩？我可以啊，姐姐，我可以。哇，还有他穿那个会露侧乳哎、欸，我靠，太香了，没有，我拍照是为了攻击他、啊。绝对不是为了要拍一下他的侧乳啊！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完了，怎么是问号？提高困难度。什么什么？啊！他的嘴巴怎么那么大、啊？不行啊，姐姐，我不行了。你不明白自己做什么？我总觉得二阶段反而比一阶段还好打，一阶段反而要等他过来打，很麻烦。二阶段感觉还好。哎、欸，这个不是刚刚那个姐姐吗？那个下水道那个姐姐。姐姐，你不要动，我帮你拍一张照。哈哈哈哈哈哈！黑人问号，这是 DLC 的外，就没有剧情啦，从头到尾就是很隐晦，就是负责打王啦。好啦，晚安啦，大家晚安。